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好，各位朋友大家好，那我们继续玩我们天命奇运吧。洛阳牡丹街，那我们先去锻造铺一下。锻造铺在这里，先买一个兽骨。兽骨，这里吗？然后洛阳牡丹街哦，看一下攻略怎么写。断剑是不是？断剑。开封，等等，洛阳市、向阳市集还是开封市集啊？他说洛阳牡丹街，好吧，那就先去洛阳吧。这里，好，到了，他是明明是那把剑，千万不能落入坏人手中。但是你并不是坏人，弄失到你手中也并没有违背命令。这么简单，银剑乱荡。好，那我们回杭州找他吧。好，到了。先等等，所以现在可以去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直接过去吧。
Go go go！你建议是你，我才想找你算账，没想到你都自己送上门，师兄。但是那是师弟先调戏人家姑娘，我知道那师长笨蛋有错在先，但那也是我们剑锋派的事，轮不到他来教训，除非他向师弟下跪赔罪，否则我是不会饶过他的。那姑娘，哎，这货还是自己收了、啊。他可是八法掌门特地派人叫来，你不让他过去，莫非是想和八法掌门过不去？哎，阁下是剑锋派还是我苍江派？你问什么蠢问题？我六岁就被师父带去剑锋派，我生是剑锋派的人，死是剑锋派的鬼。你刚才说只有各门派的人才能管自家的事情，既然你不是苍江派的人，那我爱闯剑锋派，还是爱打你师弟屁股，你都管不着我了，先吃呗啦！臭小子，你是想找茬吗？原来就是你。一下被留人，我都被你闹晕了。他我是他师弟。骗人，你放的时候你是苍江派的。我原先是苍江派，但想要另寻名字，改投八法门下。你瞧，我这不就和你兄一块上山来拜见师傅了吗？他们应该很不爽吧？搜刮一下吧。这个是长梦剑爬的其中一个任务。所以一定要记得解啊。获得这么道具的道具 ，OK。一招剑谱令这个
这犯人是谁？嗯，看一下哦，所以是糟糠米吗？嗯，我来查一下哦，我看看，找到了，再找到先生。哦，好，知道了。给那个女生看这个。好，不过这个要等底下的剧情才能知道了。我们要先进主线，然后才可以进牢房，大概是这样。好，我们先去大厅吧。这石牌，这是气派，不知道我们昌江派有没有这样的石碑。进去啊。杜师爷沉默，当年自创一套沉默剑法，威震武林，号令天下。只可惜杜师爷百岁后，沉默剑谱失传，其座下三位弟子分家，分别成立了我剑锋派、八法门，还有飞白派。数十年来，三派各自开枝散叶，不过追本溯源，实为同脉。长墨剑法理应为三派共有，如今剑法再现，那飞白派却独吞秘籍，不肯交出。那飞白派掌门男子野心，台面上是独占剑谱，实际上是想趁机壮大飞白派，趁机将我们并吞，一同三派。所幸苍天有眼，我们手上已经抓到了飞白派掌门白仙的大弟子练中渊。这件中渊寄给飞白掌门大弟子，还不怕他不交出剑谱吗？为避免他们阴谋得逞，我与八法掌门杨仲已经发出严明状，若飞白派三天内不将剑谱交出，那么练中渊就别想活着踏出剑锋派。我明白你们之中一定有人看不惯挟持人质这做法，可飞白派为并吞三派不择手段，无人怎能坐以待毙。你怎么知道并吞三派呢？他们这是想飞白派开战？天哪，魔女教都盯上三派圣地，现在根本不是内斗的时候吧？要是让魔女要取得数珠时做出三生三死影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。长虹剑
哇，八方门掌门怎么是秃头啊？看来上升三十零一层对山派造成不少影响，接下来说话可以更加小心。我看他听信了什么江湖传言，一时慌张跑来警告咱们罢了，不必往心里去。他是我徒儿兄弟，吓坏了他，我心里可过意不去。不成，一开口就是诉诸事，就是什么为祸天下，他八成心怀鬼胎。只是对象完全搞错，知道赤诸石内幕，想要作恶的不是我，是。胡闹！你自称长江派，还说自己是杨仁浩徒弟，可江湖上人人皆知，杨仁浩根本不是出自什么长江派。先别管来历不明，来路明不明，先听我把话说完。可疑之人的废话，我也何要听？众人，还不将这小子抓起来？我要问他背后究竟是谁，有何目的？你说我胡说八道，我确实没证据反驳，但是我杨仁浩徒弟的证据，我可不缺。要是证明了我是杨仁浩徒弟，掌门是否愿意听我把话说完？可以，要是你的证据令我心服，你想说什么，我便姑且一听。张红剑呢？这是飞白派掌门白心的剑，你说这把剑在杨仁浩手上？你说什么？好啊，白心与杨仁浩私交甚如一事，江湖早有传闻，这是白心侵占剑谱，意图并吞上派，杨仁浩八成也牵涉其中。白心的剑之所以在他手上，怕是什么交换条件或是交换信物啊。你是说杨仁浩与白心勾结？这怎么会？夏侯宇，你是想多了吧？不，你想想，为何这小子要宣称有人想拿树珠子危害事件？如此拙劣的理由，分明是非白派眼见要被两派围剿，才抛出一个不存在的共同敌人，企图转移焦点，解除燃眉之急。这，你说的糊涂，也说的有理，我怎么能如此糊涂？伺机救走燕中渊，我靠，这两个人有病啊！这点小事怎么看不明白？住口！柴硕峰师徒两人与非白派勾结一事，铁证如山，罪证确凿。为了守护商派，这件事宁可受杀，不可错放。总弟子，统领全剑锋派，给我抓住这小子，千万别被他跑了。他们为什么要这把剑呢？要剑是吧？接好了。师傅，你接到剑了？哇，这两派人都神经病啊！哇，好多人啊！来跟白心的大弟子交个朋友吧。守牢弟子，帅！别让他跑了！没闪过，我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？
师徒拳。哦，吓我跳！哦，好，这边没有，这边有东西，对不对？江湖故事中的主角总能在牢里学会绝世武功，看样子与不是完全不可能吗？所以我拿到了吗？修炼点数五，失去道具五学书。好，他就直接 拿去用就好了，是不是？看起来是这样哦。嗯，好，那就继续吧。这边应该就是那个要拿而已，其他不用。好，欸，干什么？你是谁？想做什么？你别跟我急，我是来放你出去的。看来是硬的不行，就想演出戏，假装把我救出去，再逃出剑谱的下落，对吧？告诉你们，你们就算把我杀了，我的答案也是一样，剑谱根本就不在飞爬派，你们全被骗了。如果不是真冤枉，就是太会演，那我来套他一套，探探虚实。剑锋派还帮我们打算拿你的性命交换剑谱，再过三天，你的小命可就要没了。不过别担心，你的师傅已经把剑谱转移到安全的地方，接下来只要将你救出，飞爬派就高枕无忧喽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们根本没找到什么失传的鬼剑谱。事到如今，你要坚持飞爬派是清白的？废话，那长梦剑谱要是如真如传说中所说的那么厉害的话，我还会被你们这些卑鄙小人抓来吗？就算命在旦夕也不松口，飞爬派夺取剑谱这件事果然是被栽赃的，这背后的阴谋都卖与魔女教脱不了关系。既然让我知道，就不能让我们成功挑起三派大战。他们目的就是让三派乱起来，自相残杀，好渔翁得利。你的意思是你放了我是为了阻止三派被人利用？你干脆说是剑锋派不想仗着自己名门正派的清誉设局雇凶，打算把我带回去灭口，可信度还高一点。嘿嘿，看我样子像是三派的人吗？我这外的犯险到牢房里告诉你这些事，还要救你出去，难道是吃饱撑着？演技挺逼真的，但是我不相信你的。哦，说来说去你就是不相信我，我看起来像蠢蛋吗？剑锋派和八法门不由分说把我绑到这，还指望我相信你们的谎言？认定我是骗子前，先看看此物吧。哎，这东西是白仙要给他的。好，救命啊！杀人啊！要你激活，好好的计划都被你打乱。罢了，这两派咱们都在正殿，我现在前去一样，的一网打尽。最先剑诀原本有这么大的威力吗？是长梦剑法，小子，你要上哪？不准走，给我停下！我要去找笑侯允和杨忠算账，想死就来阻止我吧！糟了。
剑锋派群龙无首，岂不可惜？那不是也说不是非法派的，结果你做了什么？真的掉下去了？你说什么？少主，我这次不会让你再死的，绝对不会。少主，你清醒了，某某终于找到你了，连幻觉都出现了，想不到我的幻觉还挺逼真的嘛。这小脸看起来摧残可破，比小石子他们脸还要光滑细致，看起来这么赖。体温。影子内卫的蜜月啊，少爷不准。那月儿要叫你什么？算了，少主就少主吧。好，先存个档。然后看一下他的介绍。好，还是陪伴在少主身边。月儿最自在啊。影子内卫断刀。OK， 我刚好这个断刀。好，然后还有什么？一本心法，外面一个心法是不是？好。现在我在看攻略。此事如果不做、哦、，OK， 好，我知道了。这边好像有结局的分支。结局分支，好，然后我们先给我们的看那个内卫灌刀，重吃。同时只有那个啊，另外一个女主角啊，这边应该没什么东西吧？好，走吧。剑就是万年神木，
先走车。不是有心法吗？我在找心法啊。心法在哪里啊？右下方的路上有一本心法秘籍。右下方的路，这本东西，决明子。大家知道决明子是一个中药，可以把放到茶里面可以喝吗？很好喝哦。啊，找到了！秘籍为什么会掉到这里嘞？这么明显的地方，傻眼。好，那当然学啊！可以，我拿到了，可是不能学。好，看到了，直接学到了。修炼完全前几乎是不提升那一段，修炼完全之后，说的好像很厉害的样子。修炼了不起了，OK， 好走，且慢，那个是啊，真的掉下来了，不杀是不杀，不过还有刷下山谷这仇，我可以好好跟他算算。糟了，这心法秘籍不知道掉哪里去，给他好好找找。哦，原来是你掉的。哎呀，真巧，这不是夏侯掌门吗？好久不见，别打无恙。否则待我伤好，就先解决你。音乐照之前说的，动手。是少主。住手啊！我还活着，还没结束。堂堂剑锋派掌门，怎么叫起来像姑娘似的？吵死了！少主，魔鬼教化骨头接上，不过完全复原尚需一段时日。你们这是帮我治伤，这种事你自己运气感受感受不就知道了吗？还需要问我？虽然是治伤无误，但我特别叮咛蜜月要用最疼粗暴的方式。嘿嘿。这么说来，能让满腹傲气夏侯掌门惨叫如斯，这蜜月挺有两手。我以后还是尽量别让他不高兴为妙。你们为何要帮我？夏侯掌门姑且听我一言。那魔女教企图制作三生三世影，为了抢夺赤都石，用尽一切手段。这长梦剑法消失100年，早不出现，晚不出现，偏偏在这时候传出在飞白派里。难道你半点都不怀疑吗？我祖师爷当年纵横江湖何等风光，我等徒孙都不能将三派发扬光大，将来又有何颜面去见他？所以尽管可能有些假的消息，也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人得到长梦剑法的机会。看来我多说也是无益的。总之剑谱不在我身上，我亦不清楚其下落，信不信由你。再者魔女教至于赤珠石之事，他们乐见三派斗争分裂，我虽然不愿意助你，但更不乐见三派掌门有损伤，使魔女教有机可乘。掌门，你好自为之吧，告辞。绝不可断然相信。不过，万一他说的是真的，走吧，明月，我们再找找有无其他出路。是少主。过了几天，背上满上是伤。
那是什么声音？少主小心。小月，少主，我没事。哼，被你小子逃过一劫。夏侯云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是什么意思？我才想问你是什么意思。不慎跌落山谷，竟有美人相伴，还叫你少主。您当真是不慎跌落山谷了吗？那是，不用解释了。要不是我聪明，看穿这一切都是你设计，假装装作脚伤还很严重来瞒过你们，说不定我早已身首异处。那为何不在我发现你时就下手？总之一定是你小子有所图谋，我已受你太多刺骗，不会再上当，小子准备受死吧。少主别管月儿了，你快走。这边选什么比较好？我怎么可能丢下你不管呢？对啊，我怎么可能丢下你不管？才叫死啊！哦，来吧。这家伙到底听不听人说话？卑鄙的小子，也以为我会中计？居然敢动少主，不想活了吗？嘿！我的球！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厉害！哎呀，嘿！接招吧！哦，有了！烧成灰烬吧！地狱火！瞧你破绽百出的，太大意了！痛！太大意了！没办法用。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厉害！去死吧！接招吧！我的脚！去死吧！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看我竟如此了得！烧成灰烬吧！地狱火！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没闪过我的脚。去死吧！可恶，没闪过！我的脚！去死吧！还没死啊！没闪过！还好他有伤在身，不然可真够难缠。斗笠。只怕我已在那十二计下，这小子三番两次救我，却总是怀疑他有诈。我是否太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呢？你一直都是啊，王八蛋！你还想打吗？不了，我认输。方才过招对我脚伤负担太大，我需要休养。你们先走吧。少主当心。咱们以来经历了江湖风霜，人情冷暖，曾几何时我变得如此多疑，如此不相信人，到头来我才是最不值得相信的那个。小子，我并不是我全然信任你，不过我也不想变成千古罪人。若你所言为证，此次伤败的情况的确不妙。或许这么说有点厚脸皮，但此刻也别无他法。我手中的如月剑
是取得赤足石的关键，将之托付给你，小子，请替我守护赤足石。夏侯云啊，夏侯云，至今为止你都做了些什么啊？你学琴的初衷应是成为受人信赖的大侠才对。可以再回去吗？哎，不行啊！啊，那夏侯云怎么办？说下山谷已过三日，不知道还有没有希望离开此地。虽说古时。谷里不愁食物和饮水，但我还是赶紧回门派处理事务才行。OK， 地图感觉很大哈、哦。好了，那我们这集先到这边好了，因为有点长。好了，喜欢我的影片，到左下方影片的左下方大头贴按下订阅，右下角订阅按钮跟铃铛这个打开，这样子我更新影片你就收到通知哦。谢谢大家这集收看，拜拜。